州小开贾富贵 Gakshi 仙子朱宙廷，原来偶像练习生这么多富二代。最近偶像练习生引起不少热议，练习生们也成了很多人讨论的热点。有网友发现，原来偶像练习生这么多富二代。温州小开贾富贵 Gakshi 仙子朱宙廷，不下十万王子亿，竟然还有个玛莎拉蒂赵福瑞，被网友戏称贾富贵朱有才范豪门。 Justin 黄明昊之所以被大家称为贾富贵，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家有钱，而且当初参加 Produce 101的时候，更是被韩网网友扒出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价值不菲。朱正廷因为好喜欢 Gakshi， 很多套穿搭都是 Gakshi， 被称为 Gakshi 男孩。这么看来真的很有钱啊，果然是朱有才。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自然不用多说，可以说是豪门本豪了。还和粉丝说没穿好，网友直呼给各位少爷们跪了。但是更会隐藏的竟然是赵福瑞，节目里一出场就带着劳力士20多万的表。还有 Richard Mille 055系列75万左右。赵福瑞真的是行走的 RMB 吧。